有冇？多數主持咩節目？呢個唔係你講得我新節目。新節目，即係做會做個新節主持新。都係關於你啲強項㗎啦，應該都。咩強項？食嘢嗰啲咯。食嘢。係咪新年嗰啲啊？會唔會啊？會新年嗰啲啊？都未接住。哦哦。覺唔覺得自己會勝任得到啊？即係你個新節目係啊，你口齒伶伶你啊？我覺得唔係好靚女啊，因為有時講嘢會自己輕記，好撈到啊。講嘢都輕記啊，特別係考試嗰段時間，失準咗啦已經。